和諧同埋感恩咧？我相信個個都話想，不過可能有啲人不可能，不可能嘅。我都講下我自己好少少講下，我細個屋企係好多問題，父母都有好多問題。我父母係離婚，因為父母離婚而後來發生嘅事咧，結果咧我係夢遊同埋發噩夢嘅，即係喺嗰陣時開始啊，即係嗰個影響有幾大。但係咧後來我信耶穌之後咧，神將我醫治，我有好多年係夢遊嘅，同埋咧喺夢中咧做一啲嘢咧係可能好激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覺得有危險啊！即係神真係可以嚟到祝福我哋嘅。咁好多人話我都冇愛啊，爸爸又冇愛，媽媽又冇愛，即係冇人愛我，仔女又覺得冇人愛，父母覺得好辛勞，冇人欣賞，冇人關心，冇人分擔個擔子，而學生又覺得咩呢？好辛苦啊，係咪讀書好辛苦啊？各位同學，讀書係辛苦嘅，升中仲辛苦，第日越大咧，讀書越辛苦，同埋同學有壓力嘅，有時啲同學會笑你嘅，咁所以咧，做學生做父母都唔容易嘅。咁我哋睇到耶穌係點咧？嚟有一個十二年血漏嘅女人，呢、這個女人咧係好慘喎，佢咧係啲血漏不止啊，咁啊結果咧佢揾醫生，全部嘅錢用曬。咁全部钱用晒，咁佢谂到一个方法，听到关于耶稣，因为耶稣好有能力，佢就话我秘密去摸耶稣，因为耶稣跟住好多人，好多人跟住耶稣，佢就喺耶稣背后，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医治。咁但系按照以色列人嘅律法系犯律法嘅，点解？因为佢系不洁净，佢唔可以去掂人嘅，所以佢犯律法。当耶稣话边个摸我嘅时候，佢好惊，唔敢答。然后来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然后他就认了是他。跟着他怎样，耶稣怎样说呢？在这个下都看到，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的爱，耶稣叫他做女，其实这个女人不小，耶稣是即是30至33岁之间传道，即是这个女人根本不做到他的女，但是耶稣看我们每一个都是仔和女。当你找耶稣，耶稣我需要你，耶稣真的会来。那可能觉得耶稣很远，但我可告诉大家知，我为什么这么委身去信耶稣和做牧师，还有我去不同的国家宣教，我在网上也有很多的宣教训练。为什么我这么做呢？因为我真的经历到耶稣的爱和能力。我曾经为人祷告，有很多人病得医治，很多人各样的问题得到处理，是我见好多神迹奇事，我亦都经历神嘅大能，佢嘅爱好似电流一样进入我里面。我亦都为过好多人祈祷，佢话经历好大嘅爱，原来神就系咁真嘅。耶稣话：你哋都系我嘅仔同我嘅女，你嚟我嗰度啦，我好接纳你噶，你唔使惊噶。嗱，有啲人去个天堂翻嚟，有啲科学家研究，佢点解咁多人死咗，后嚟救翻急救救翻？佢话我去个天堂或者去个。去过地狱喎，冇耶稣赦免嘅人系去地狱嘅。嗰啲去天堂嘅人咧，佢话有一样嘢好经历，好被接纳。哇，觉得耶稣咧无条件爱佢，系佢觉得从来一生人未试过嘅。咁耶稣就系咁嘅，仔啊女啊，放心，即系话你唔使担心，你好多嘢唔使担心，我真系会帮你。我想告诉大家知，我经历过经济困难，我经历过人的问题，我经历过很多各样的问题，我自己曾经两次跌在地上的头撞地是可以很严重的，但是完全没事。我试过三次差不多撞车，但是神保守我，是神很特别的恩典的。我希望大家看到，原来神说放心，他真的有能力，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信靠耶稣，神就改变和拯救我们。但是信不是说你信了之后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愿意跟从耶稣，耶稣一定祝福的。而耶稣是怎样呢？他是怜悯我们，见到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毛牧人一般。大家看看这个图，家长做得很辛苦，仔女也都是很辛苦读书，我相信同学们是辛苦的。然后呢，好多人呢哇好像想爆炸咁啊，好多压力啊。耶稣睇到系好关心，而喺家庭里面唔系淨系有钱同埋成功，最紧要系有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啲故事，真实嘅故事。
個仔女好成功，結果咧佢喺一啲場合唔肯認佢父母，因為點解咧？佢覺得好羞恥啊！我父母咁低微，著啲衫咁醜怪，我係一個醫生，我係一個咩名人，我點可以喺人面前認呢？甚至有啲會打父母，即係家庭裡面有好多好各樣嘅問題，所以大家都需要愛嘅，仔女需要愛，真係學生需要愛，每一個小朋友需要愛，每一個父母都需要愛，而只有耶穌先係有種無條件嘅愛去送俾人嘅。咁神真係佢嘅愛激勵我，咁就真係我願意委身。大家睇呢個圖睇到，我相信大家都好想左手邊左上角個圖，就係咧真係愛父母，真係錫父母、關心父母嘅，亦都佢會樂意助人又有愛心嘅，咁樣嘅家庭先係最蒙福嘅。咁有啲人話都唔知道神係咪真嘅，咁我自己讀科學嘅，我係研究好多。如果唔係有證據，我唔會信耶穌。我係真係研究。咁我而家好簡單啫，因為時間關係，好簡單講一啲證據。喺耶穌未嚟之前1000年，聖經已經講定耶穌釘十字架，但嗰時冇釘十字架呢樣嘢存在，冇呢樣嘢存在嘅。直到600多年之後，喺主前300多年先至有釘十字架，而後來耶穌係被釘十字架。聖經點解知道將來嘅事呢？因為聖經是神所啟示，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所啟示，所以他知道將來的事。另外呢，就是聖經也說嘛，由出命令建造耶路撒冷他們的首都，他們被毀之後，到耶穌出現有多少年呢？上高寫著69.7，就是483年，真是聖經所說的照足應驗。而聖經也說耶穌被釘之後，他們的首都耶路撒冷會被毀滅，真是被毀滅。聖經所說的真的在歷史上應驗。我們現在在一個疫情之中，你知道聖經有講到的，聖經講到末後的日子會有很多的瘟疫。起初我們聽到有艾滋病，有不同的禽流感，現在這一次的疫情都挺嚴重下的，因為都不知道何時收科，現在似乎是加增，全世界加增的，不知道何時收科，這個可以是末日的警告來的。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會真的說，這個世界非我家，聖經說這個世界有一日末日的，聖經說到將來有最後一次的大戰，這個世界是會有末日，唯有跟從耶穌的人才能夠得福。我很樂意幫助大家更加認識神的。在幾千年之前，人們以為地是平的，但是聖經已經說了，他說什麼呢？126:7，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全世界沒有一個經典是會說地球是懸掛在虛空的，唯有聖經一早知道地不是放平在地下，地在半空中吊住在那裡。有些人說怎麼可能吊住呢？但是約伯記他照寫，約伯照寫出來，將這件事照寫出來，因為神啟示過他就照寫出來。由以賽亞書40:22，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這個講到一個地球啊，他怎會想到個地是個圓體呢？有些人未聽過，他會說那些人在底下就跌了出來了，就是說如果圓淡地那下底就跌出來了，人會這樣想，但是聖經已經一早講了的。聖經也講到有手機，他不是用手機，因為那時沒有手機這件事。他說138:35，你能不能夠發出閃電叫他走去，叫他告訴你我們在這裡。以前沒有家裡的電的，所以聖經只是用閃電，但其實閃電和家裡的電是一樣的，不過它很強，我們家裡的電是弱很多。那那些電可以發出告訴人我們在這裡，我們手機常常都會這樣打電話，喂你去到哪裡啊？我現在在這裡等你了。很多時候都說我們在這裡，這個就是很特別，聖經一早幾千年之前已經知道將來可以用電發出訊息告訴人我們在這裡。這個就是聖經是無論用什麼角度去研究都會發覺它是真的。好了，那耶穌怎樣建立我們的家庭呢？如果耶穌是真的，聖經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直至到老他也不偏離。小朋友是最容易學習的時候，所以為什麼小孩子小小到1歲懂得說話，到2歲開始說很多話，是很快很快，我們任何的成年人將我們放在另一個國家，
你一两年绝对学唔到嘅语言，佢哋嘅语言。但系咧，小朋友细细个唔使上堂喎，佢识到讲嗰种语言。咁呢个咧就系原来小朋友神将佢种学习嘅能力系好强嘅，所以小朋友个记忆力系好强嘅。咁圣经就讲出一样嘢，就系教养孩童先黑当走当行嘅路，佢都不偏离。嗱，我哋喺教会里面系教导佢爱心、关心、聆听、辅导，点样去回应人。咁咧，好多人咧就由细学咗之后，佢以后都系个关心嘅人。我相信大家有认识一啲基督徒啦，当然有啲唔好嘅基督徒都有嘅，有啲假基督徒。不过你认识一啲好基督徒，你发觉佢真系好特别噶，佢个生命质素好特别嘅，就因为咧佢真系有耶稣嘅爱心同埋饶恕人嘅心啦。嗱，圣经话咧。凡事谢恩，嗱，好多人咧从来冇一句多谢爸爸妈妈嘅，咁或者父母都可以多谢仔女嘅，咁好多时咧系大家都冇呢种嘅多谢心，但系圣经话凡事谢恩，感谢天父，亦都多谢地上嘅人。我时时都多谢我太太，佢对我好好，我又对佢好，我想建立一个好好嘅婚姻。我好想大家都能够建立呢个婚姻，我系做好多婚姻辅导嘅。如果有些人有想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我，我可以帮助你的。嗱，呢个时候咧，我想请各位同学，我想你表达对你父母的感谢。我想问下大家，你想下你细细个 B B 仔嗰阵时候，如果你父母不在度，冇人同你照顾你，同你换片，然后养育你，带你翻学，你读书的困难的时候，佢唔帮助你。你今日是不是很不同啊？如果当中有人是孤儿，你会真的觉得缺乏了很多的爱。但是其实可能有些小朋友说不是的，我爸爸妈妈都有时令我不开心，他令你不开心可能是小部分，但有很多是对我们好的。我可不可以邀请各位小朋友安静地一起起身，在这一层起身，一起起身转向你的父母，转向你的父母。咁你跟我一齐真心讲，我想你举起你只右手，你同你个父母讲：爸爸妈妈，我好多谢你。你跟我讲啊，好唔好啊？一齐讲啊！爸爸妈妈一齐讲啊，开声大声，好唔好啊？爸爸妈妈，我多谢你，我多谢你养育我，我多谢你照顾我，我能够长大，是你带俾我福气。我好开心有你，我有你，我冇你就唔掂噶啦。我好多谢你，我好感激你，我好欢喜你，我好爱你。可唔可以真心咁同爸爸妈妈讲啊？嗱，翻屋企都讲一次。不如你同你爸爸向爸爸妈妈拍掌，多谢佢，多谢爸爸妈妈咁好，可唔可以啊？好，大家请坐下。咁我希望大家咧，大家坐低就安静翻啦。真系学习圣经所讲嘅凡事感恩，咁你嘅家庭会好多。好，大家安静啊！嗱，点解咁多夫妻困难呢？就是、因为唔识得感恩，觉得佢系应该煮饭噶嘛，佢系应该赚钱噶嘛，我使唔使多谢佢呢？我同我太太乜都多谢噶，就算佢锡我一啖，我都多谢佢噶。佢做乜嘢我都多谢佢。咩嘢都系恩典，任何人对我做嘅，我成日都话多谢你，祝福你。呢个系我嘅口头禅啊，系亦都系真心讲嘅。我哋圣经讲咩咧？嗱，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全部一齐读吓，尤其小朋友一齐读，一齐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嗱，我哋嘅天父咧。佢好特别，佢创造父母系有爱嘅。嗱，唔单止人嘅父母啊，大家有冇发觉狗同猫、狮子、老虎，甚至鳄鱼嘅父母都识得照顾佢嘅仔女嘅？就系咧，神将呢种圣放喺里面，咁神咧亦都想我哋感谢我哋嘅父母，孝敬父母。而神嘅应许咧，应许啦，当我哋咁做嘅时候，就使我哋得福。在世长寿，圣经应许凡系听耶稣话嘅人咧，系会得福嘅。咁而我哋都学习感恩嘅心态系咩咧？欣赏。
其實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好的地方，每一個小朋友的特色。我做過小朋友工作的，我做過青少年工作，我做過長者成年人的工作。我發覺小朋友真的很特別的，咁我亦都幫過好多小朋友後來長大。我睇到佢嘅長處，我就會欣賞。咁我都希望父母會咁做。而仔女見到爸爸媽媽做嘅嘢都欣賞咧，你屋企就會開心好多。我哋喺教會係盡量教導人都係識得欣賞啊，同埋服侍人。嗱，我一齊讀一讀嚇，一齊讀，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嗱，呢個嘅小朋友同佢媽咪洗腳。他媽咪咧好開心咁笑啊，雖然看不到佢樣子，不過知道佢笑緊啦。對住個小朋友又笑緊，呢個咧就係一個開心嘅心去服侍，或者為爸爸媽媽按摩啊、揼下我背脊啊，呢啲都係一啲嘅服侍，或者幫助爸爸媽媽煮飯啊、清潔啊，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學習嘅嘢，令到家庭更加温馨啦。同埋饒恕人喎、嗱，有啲仔女話。爸爸媽媽，你以前咁樣鬧過我，我心好嬲你。咁嘅時候，家庭就有問題啦。我哋需要學習饒恕。就先大家睇到蘇如紅，佢爸爸真係咧對佢好大嘅傷害，甚至佢諗住中午畢業我就要離開，同我爸爸斷絕關係。但佢信耶穌之後，佢有呢個動力去改變。當人饒恕人，關係就會改善翻。將來都係噶，我哋同人相處。当各位同学你长大之后你结婚，你同你的配偶大家不饶恕一样是会破裂，现在很多婚姻都破裂的。同埋呢，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是尽力尽力与众人和睦。我自己来讲有些人对我不好，但我依然坚决对他们好的。好了，但是很多人又他想不到耶稣会帮助学业和前途，他想不到这件事，他以为耶稣只是帮、你去天堂的。我们圣经说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和我太太都喜欢拍雀仔照的，大家看到这雀仔，那些颜色的配搭真的很奇妙。神会想到用不同的颜色配搭是很奇妙的，还有最特别就是神造我们的脑是很特别，还有我们人可以跟神沟通，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做很多很漂亮的动作，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如果神这么有智慧，他一定可以赐给我们智慧。我稍微一个短短的分享，我曾经学钢琴学过几年呢，一年。第一我因为会弹琴的，曾经有教钢琴的老师问我你怎样弹的，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看看怎样弹先，我要慢慢看看我自己怎样弹，即是我学了之后神一路提升我。原来当我们真的听耶稣话，神会帮助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做得更加好的，更加聪明。我去到外国的时候，我去考入神学院，那个秘书告诉我，因为他们我们要考英文科，英文科呢就要即是你合格先可以读到神学。那个秘书告诉我，那里全部都是讲本身出世讲英文的人，但是你的英文是第一。而且我去美国的时候我是23岁，但神叫我现在讲的英文是很接近外国人的英文的。因为很多人呢10岁去到外国他才能够学到当地的口音，但神俾我23岁都能够好流利讲英文，呢、这个咧就系神俾人嘅智慧聪明啊！嗱，呢度圣经讲咧，神用佢嘅灵充满有一个人，佢叫佢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嘅工。小朋友都系嘅，当你多祈祷，你会好奇妙地有聪明智慧。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嚟到我哋嘅教堂，佢嘅家人同我讲，佢话佢成日都唔能够集中读书嘅。咁我为佢祈祷，祈完祷之后咧，第二日翻嚟啊，同我讲啊，佢寻日成日都可以集中读书，原来神都可以帮助人，同埋有记忆力，能够记得好多嘅嘢，呢个系神嘅恩典嚟嘅。同埋咧，好多人咧，佢嘅特别嘅能力都系从神而嚟嘅。大家呢啲其实都系基督徒嚟嘅，科学家牛顿、张德培呢个系中国人。他是美国美籍的华人，他是拿过很多个世界冠军的杯的。这个宣信他是发明用麻醉药
同埋咧，佢係婦科上有個好大嘅進步，產科。祖高域而家網球第一，佢每一次打完波打贏，佢一定向神舉手感謝神嘅。仲有呢一個 Chuck Norris， 曾經同李小龍一齊咧喺猛龍過江嗰套電影打嗰個 Chuck Norris 咧，亦都係信耶穌嘅。咁原來咧，美國好多個總統，其中一個布殊咧就係佢比較多啲講到關於佢嘅信仰嘅。而神就讲到咩呢？每一个人有个奇妙计划。喺我自己，我信耶稣之后，我好听耶稣话，神系主动为我预备去外国读书。我屋企系完全冇呢个钱嘅，我屋企系好穷嘅。但系神就会为我预备，同埋俾我学好多样嘢。原来当我爱耶稣，神真系会安排。譬如我而家我去可以去不同国家，神俾我供应我不同嘅经济，可以做好多样嘢，亦都可以写到呢本书送俾人。我系送俾好多嘅教牧，就系神供应我哋嘅需要。当你听耶稣话，神真系会祝福我哋嘅生命嘅。圣经话咩咧？我一齐读一读好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原来神为爱他的人预备，是你想都没想到，眼睛未看过，耳朵未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神为你预备是很奇妙。所以信耶稣呢，不是只是一个教条，是一个活着的神，是真的会帮我们的。好了，那我们怎样进入这个这么奇妙的计划呢？这么神既然这么好，第一就是真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又不偏离。真的全家认识耶稣是最好的。信耶稣不是一个道理，是活神。有很多网上的见证讲到有些异教徒，他们很憎基督徒的。有些异教徒，如果有人信了耶稣，他会杀死他的。但他在里面他有些痛苦，因为在他的宗教里面见到这么多残杀，他就呼求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到底你是谁？很奇妙地，很多人见到耶稣。如果大家懂英文，你上网找 saw Jesus， 即是见到耶稣，你会见到很多异教徒讲到他怎样见到耶稣。我亦都亲自摄录过有人，就是他本来是异教的，但是他寻找耶稣，居然耶稣向他显现的。耶稣是一位活的神，他真的会帮助我们。我希望大家拣选生命。左手边的生命是怎样？自私呢？沉迷打机呢？只是贪钱呢？而右手边呢？跟从神是怎样？爱父母呢？神是爱的，充满爱的，有喜乐，有爱心。我每天都开心的，我去到那些人祈祷，那些人会开心的。我试过有人很忧伤，我跟他祈祷，他整个人笑出来，因为呢，神就是爱了。我们的神是圣洁，是无罪的，是完全无罪。所以好多人去不到天堂的，一定要认罪。我们有没有嬲过人呢？有没有闹过人呢？有没有发泄在人身上，将怒气发泄在人身上呢？贪心、自私、出猫，希望没有，可能有些小朋友出猫都未定。无论什么事，凡是不见得光的事，我都有，我求耶稣赦免，我都有很多不见得光的。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将你隐藏的讲出来。但只要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让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就得到赦免。然后呢，很重要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一起读好吗？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识念这个金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很爱我们，叫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叫所有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不是只是将来天堂才永生，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现在里面是充满能力，充满恩典。我讲一个秘密给大家知道，我现在68岁半，我想没什么人相信这件事。没人相信这件事，但是神给我精力，我不用戴眼镜，没有老花。连我小妹妹都说，为什么你不用，你看细节不用戴眼镜？我说不用，我看到。原来神真是祝福，是今世祝福，来生祝福。想你的家人更加好，你想你的前途，将来的读书啊、
前途啊、婚姻啊、事业嗱，好多人就觉得哇呢啲嘢同神冇关系，但我话系有关系嘅，真系神会为你开路。我谂都谂唔到神为我预备，我有机会可以读到一个圣经学士学位、两个神学硕士学位，同埋学好多样嘢。而家学每一样嘢都学得好好啊！我多谢天父，感谢天父，神可以提升我哋无可限量啊！你想唔想啊？你想你一生人系做个？嗱，有啲啊極端嘅廢人喎，真係有啲人係廢人啊，係寄生蟲。但有啲人咧，佢係有成就，不過最重要就係整個生命嘅發揮。我希望大家真係去認識呢個真神啊！今日咧，嗰啲家長咧應該收到呢張紙嘅。咁呢張紙咧就係講到咧7月19日，即係兩個禮拜之後，我會再翻嚟。嗱，我呢間教會咧，我係好樂意去幫佢哋，唔係出於。他们即我不是聘请我回来的，我是义务来乐意去帮助他们。两个礼拜之后我会回来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建立和修补家庭的关系。即有很多人说你讲得这么好，我家不是这样，我家很多闹交，或者甚至有些是单亲，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他仔都又不听话，怎么修补呢？然后呢就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太太在前面这位呢穿黑色衫有花衫的这位就是我太太了，她就会讲我的故事和那些来参加主日学的。然后完了之后有一样很特别的，我太太是中学的副校长来的，她是很认识中学的运作，她是到时会跟家长讲关于如何协助仔女升中，升中的感浪，咁亦都係可以幫助學生，亦都可以幫助家長嘅。咁呢個呢就係喺呢度寫咗，咁大家可以報名嘅，即係你想參加你就喺上高寫你嘅名、聯絡電話。咁你有興趣譬如參加主日崇拜，你又想認識神多啲，同埋呢我亦都會將會參與更多喺學生嘅工作，我會更多去幫助學生，等佢同你關係更加好嘅。同埋咧，子女參加兒童主日學嘅，或者咧係同埋參加呢個星中錦囊嘅。嗱喺呢個時候咧，我會同大家唱一首詩歌。主耶穌真愛我，愛我，主耶穌真愛我，主耶穌我救主真愛我。眼前見已真飛，清楚在聖經記名。主耶穌我救主真愛我，有能力。主耶穌。有能力，主耶稣有能力，主耶稣我救主有能力，眼前见已真飞，清楚在圣经见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大家合埋眼，大家合埋眼呢去祈祷，求主耶稣在这一阵去祝福我们。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创造我们，多谢耶稣关心我们，多谢耶稣创造我们的身体这么奇妙，多谢耶稣创造这个世界这么奇妙，多谢耶稣为我们钉死，叫我们将来可以永远在天堂，也都今生有永远的福乐。主耶稣爱我，可以一起唱下。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真的相信耶稣爱紧你。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耶稣真的爱我们。大家可以合埋眼，你想耶稣都爱你，将他的爱放在你身上，祝福你的生命。当你跟从他的时候，他一生都会祝福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有哪个人说我想耶稣救我，
想耶稣拯救我。你不介意吗？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你说耶稣我想你救我，你可以向天举起手，耶稣我想你救我，我想你拯救我，祝福我的生命。举起高的手，你说耶稣我想你救我，我想你将永生赐给我。但你一起跟我祈祷，举起手继续举起手。亲爱天父，我多谢你差遣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好大的恩典，好大的爱，耶稣时时都爱着我们，我们每日吃的东西都是神用爱创造的。求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赦免我们的罪，用你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灵魂，叫我们得救，我们真心悔改，求耶稣拯救我们到底。多谢天父。